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二年级国文活动本下册。那么来到这个第83页哦，是不是看这个本尼莱恩恩巴哦？所以 A 是这样单的干 betul dan lengkapkan ayat dengan kata ganda yang betul， 所以你就打勾哦。在比如说这个第一题啊，那么就啊其中一个打勾，那么你就完成这个句子哦。那么用这个我们讲 kata ganda， 就是你看它有重叠的哦。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简字哦，那么它就用这些来代替哦。比如说这个人拉比就是拉比拉比来的，其实哦。OK， 那么等一下老师会解释哦。所以第一题我们看到、哦、Anand menambahkan semua pemimpin negara di dalam buku skrap。所以 Anand 呢，他贴这个啊什么东西？这个 pemimpin negara 呢 ？pemimpin 就是领导人哦 ，negara 就是国家。你当然在里面哦，那么在什么呢？不过 scrap 哦，那么这个就是剪贴布的意思。所以安娜呢，他要贴这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什么东西哦，在这个剪贴布里面哦，所以肯定是照片哦。那么照片就是叫干巴干巴哦，那么不过就是我们讲书窝的意思哦，所以我们这个在这边打勾哦。所以这边啊位置有限，那么你就写一写哦。所以干巴干巴，所以记得它是要有一个简字哦。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二题哦。OK， 阿弟就是弟弟，知音，门牙尼干唱的意思哦。那么拉古拉古 patriotic 就是说爱国的歌曲哦。那么可能是几首哦，所以这个也是这样哦。所以呢阿弟什么，那么是弟弟哦，什么子音的弟弟，那么弟弟我们讲是啊，这个是男哦，所以肯定是这个，那么 lelaki 就是男的意思。所以呢 lelabi 呢就是啊，我们讲 labi 它是一种好像啊有一种乌龟这样的形状的哦，那么它叫做我们讲它叫 bia 哦，那么就是类似这样的样子哦，啊这个我们叫做 lelabi 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叫了拉比哦，所以啊华语叫鳖哦，那么这个鳖比较难写一点哦，华语字哦，所以这个我们叫鳖，所以叫了拉比。OK， 第三题。OK， 这个 Aziz mengajar kami， 那么这个马来老师哦，那么教我们。OK， 什么东西 ？menaikkan bendera negara， 就是说把那个我们讲国旗哦。那么把它弄上去的意思哦，那么 night 就是上的意思哦，那么它肯定有那个旗杆，那么就老师教这个马来老师教我们，就是说怎样升这一个国旗哦，所以呢就是肯定是方法哦，所以呢我们讲查了查了就是方法的意思哦，然后幽默就是我们讲学问哦。 OK， 在这边你要写回去哦 lucky 哦。OK， 所以这个第三题就是查拉查拉，所以这个就是方法的意思。那么查拉查拉就是很多种方法哦。OK， 教学我们看这个第四题哦。OK， Encik Lim 林先生和南吉兰就是邻居哦。吉兰什么 near？ 门亚西干就是观赏哦。三不但就是庆祝的意思。Hari ulang tahun。kemerdekaan， 那么 hari ulang tahun 呢就是周年的意思哦，所以 hari 就是天哦， tahun 就是年， ulang 就是重复的意思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讲ulang tahun kemerdekaan 呢就是说因为一年庆祝一次哦，那么只是在那一天罢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年哦，ulang tahun 好像是一年一次这样哦，所以 kemerdekaan 我们的国庆肯定是一年庆祝一次的哦，所以就是sambutan hari 就是那一天庆祝吧、哦、所以ulang tahun kemerdekaan 就是国庆日的这个周年哦。所以呢这个林先生和他的这个邻居、哦、那么邻居我们叫 jiran tetangga、哦、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要为了这个邻居的意思哦，那么 tetamu 就是客人的意思哦，宾客的意思哦。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写 tetangga 哦，所以这个是连在一起哦。
给教学们看这个B 项咯。OK, tulis ayat pernyata berdasarkan maklumat di bawah. 所以你就写这个陈述句这样哦。那么根据这个资料你就写一写哦。所以这边就写 ceramah 就是讲座的意思哦。tentang kebaikan menambung。menambung 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讲座是关于到这个储蓄的好处哦。所以 baik 就是好的意思哦，这个好处的意思哦。那么 menambung 呢就是我们讲存钱的意思哦，不拿崩哦。所以 Dari 日期，那么在4月21号 20, OK, 那么今年是2021年哦，所以就写这个哦。然后这个登报就是地方哦，那么 SJKT Sri Setia, 所以呢这个我们讲就是单小哦，就是印度同胞所读的这个小学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它通常是小学哦。所以呢他的这个印度的学校名字叫 Sri Setia, 所以读教呢就是目的哦，那么目的就是 Mendidik Murid Supaya Berjimat Cermat, 就说 Murid 是学生哦， Mendidik 就是教育的意思哦，那么教育学生 Supaya Berjimat Cermat, OK, 教育他们那么节省的意思哦， Berjimat Cermat 就是节省的意思哦，所以就是这样哦。所以你这边呢，那么你要写这一个陈述句的时候，那么刚好这个三句哦，你就可以依据这个来写哦。所以你可以写这样，那么你可以有时候可以写一写哦，就照着这些题目，你可以写 Tarikh Ceramah tentang kebaikan menambung ialah pada 给日期，我们就是讲 pada 哦， pada21号4月2021年 OK, 你可以这样写哦。所以这边它的位置不是很够哦，所以就写这边 Dari 那么 Ceramah 你就小写哦， Ceramah tentang kebaikan menabung OK, ialah, oh. ialah pada 在哦21号，那我们这个通常我们没有写 Hari Bulan 哦，我们就跟着这个哦 April, 那么 April 一定要大写，因为四月哦，所以2021，那么就记好这个 detail note 哦。所以这个小第一句，那么看这个第二句哦，那么第二句就讲这个我们讲。地方哦，那么你可以写就讲 ceramah ini diadakan di 什么地方这样哦，那么什么地方前面就放 di 哦，好像这个日期我们就写 pada 哦，所以你就可以写这个，那么第一个字我们写大写哦，那么可以这样写 ceramah ini diadakan 就是进行的意思哦，阿达就是有嘛哦，所以就是我们讲 ceramah ini diadakan, 那我只是加音波汉底还有看哦，所以 diadakan di OK 什么地方，那么你就照写这个哦，所以这个是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所以这个是 Sri Setia, 所以一定要大写哦，所以这个 S 要大写哦，这个两个 S 要大写哦，那么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讲要大写哦，它只是缩写罢了哦，所以这个是记得每次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讲大小哦，那么华小就是 HJKC 哦，那么 C 就齐那哦。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三题哦，那么第三题这个就是目的哦，那么你可以讲这个 tujuan 哦，那么 tujuan ceramah ini diadakan adalah untuk mendidik 哦， mendidik murid supaya Berjimat Cermat, 所以你可以这边照这有一点点提示，你可以这样写哦。那么写 Tujuan, 就说这个我们讲讲座的目的是什么，所以 Tujuan Ceramah ini diadakan adalah untuk
adalah untuk OK， 你可以照抄那个哦 ，mendidik， 所以你的 M 一定要小写哦 ，mendidik murid supaya berjimat cermat。OK， 所以就这样哦。OK， 那么这个是二年级国文活动本下册，那我们来到这个第83页哦。OK， 如果可以的话，你这边 subscribe 哦。那可以看其他有关系的 video 在这边。那么在这个 video 下面这个链接，那么可以按哦，你可以加入老师所开发这个 Telegram Robot 哦。